这球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没有追到，这使得孔明恩上到了二垒，继续的往三垒去。哇，去头这一出局攻占三垒。今年第一支三垒安打，我这个速球可以跟上不容易哦，在比较高的近垒位置打得很扎实啊，落地之后弹得比较远，挥棒的轨迹不大哦。对啊，这边是他自己判断了，发现有机会来到三垒。接线退到了很深的位置哦，完整的接杀，但是孔明恩跑回来得到了第二分，所以裴峰呢虽然是没有安打，但是贡献了一分打点，也把球打得很远呢、这颗直插球把它带起来。